here for the magic touch? Hello，我是江江。我这次在重新改装这个丁卡小丑。Hello，香香。这次呢，我来重新改造我的丁卡小丑。100% guaranteed. 排气管用赛车型的哦。来选个不一样的吧。客制化。这次选那个喷漆后扩张器好，因为我想换个颜色。选个亮金属的好了。好，再来选副色调。这次选第二个好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东西在上面。车后把叶架。这个我选跑车型侧裙，这样子它就不会有。一排黑色的东西有没有？对，就是整体看起来是绿色的，就一个颜色啦。That's a beauty right there. 那这个就换 GT 型尾翼。You got great taste. 来改一个，跑车型的轮圈。哦，爱快五号，哈哈，这还是新的吧？超速 RR 59。
哦，这个5万多块，好买。轮胎管是我用客制化的，哇，它有红色跟白色的字哎，强化轮胎防爆，烧胎颜色用绿色，车窗用深色烟雾，好，改完喽。哇，还有反光哎，超帅的！超难看到前面的啦，为了这个视角，好了，不管了，看前面，看这个，这也 OK。刹车人还不错哎，马上就停。好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